接下来我们有请正午阳光影业董事长、著名制片人侯鸿亮先生、慈文传媒集团董事长马中俊先生为我们揭晓荣誉。有请两位荣誉揭晓人，请。大家晚上好，我是侯鸿亮。我是马中俊。特别开心能和马总一起来颁奖。昨天就坐在一起，今天又来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2017腾讯视频星光大赏年度电视剧男演员荣誉获得者是，请看大屏幕。2017腾讯视频星光大赏年度电视剧男演员。啊，对不起，让一下。来了，把病人放平。爸，爸，如果你还想争取你孩子抚养权的话，你现在的做法对你自己来讲就是雪上加霜。年度电视剧男演员，靳东。让我们有请靳东上台接受荣誉。恭喜靳东兄。靳东呢也凭借着《鬼吹灯之精绝古城》《外科风云》《我的前半生》《欢乐颂二》等剧霸屏全年，让我们看到了靳东更多的可能性。恭喜靳东。节目的荣誉颁发人为获得者靳东先生颁发奖杯。我们来听一听啊，稍后靳东先生会有什么话跟大家讲。请靳东兄为我们发表感言。今天穿得闪闪亮哦。没事没事，要，哎，我是怕我说完两句之后，让每一个个子稍微高一点的人上来都得撅一下。好久不见，华少。好久不见，靳东兄。电视剧演员奖，这有点意思。好久没有人说什么，这不叫奖是吗？荣誉，荣誉，荣誉，这演员荣誉，知道就行了哈，嗯。这个，然后又是，仍然是侯鸿亮先生来颁奖，当然还有马总，这说明腾讯比较懂我。谢谢。其实，我这好像是我第一次到这儿来领这样一个荣誉。谢谢大家还一直在谈演员这个荣誉这样一个称谓和称呼啊。过去一年当中马不停蹄，不停地在拍戏，已经完全没有了自己的生活，目光所及之处看着每一位前辈朋友同事，特别开心，相信你们也都像我一样辛苦。所以在这样一个天寒地冻的日子里，大家同行聚在一起特别不容易，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开心的事情。今天最让我感动的是在走那个红毯的时候，我们的那个主持人他已经冻得瑟瑟发抖。我觉得这个荣誉今天应该有他一份儿，就像我们剧组里每一个职员，每一个最不起眼的一个人，他都应该有一个荣誉。谢谢过去所有的合作过的以及没有合作过对我肯定赞赏的人，希望未来可以和同行和腾讯一起不负好时光。谢谢，谢谢腾讯，谢谢大家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靳东带来的温暖的感言。再次恭喜靳东兄，恭喜！请您入座，请您入座。谢谢靳东兄，当然了。